哇，好久没有来吃水明漾活虾景观餐厅了。有室内区，变得更漂亮了。耶，妈妈。哇，变好漂亮哦。还种了许多莲花，哇，跟之前变得不一样了。变好漂亮，前面这里是结账区，往里面走。我们就是这样一间一间的，很有南洋风味啊。哦，前面服务员已经在接待我们了。漂亮哦。哎，对，黄先生。好，谢谢。再帮我看一下菜单哦，因为稍后八点厨房休息哦。哦，好。水明漾有六个座位，好久没有来了。看一下菜单。拖鞋啊？要拖鞋吗？哎、欸，对，要帮我脱个鞋子。是比较暗。虾子。这边有点反光。中卷，是菜式中卷柠檬，有水煮牛、松板肉。汤品，也有啤酒。后面都是套餐的。有人套餐。有套餐啊，不用，那点太少了。哦，灯光差多侪。水明漾，他们营业到晚上九点，现在快八点了，好漂亮哦！他们越布置越来越漂亮了。再加一个水帘跟双网台半张，对。太漂亮了，超有气氛。从三地门过来，要这边十二分钟而已。哇，好几年没来了。你酒比较好，白饭。招牌。盐烤泰国虾。谢谢，
现在温度26度，刚刚好，还有电风扇。上面布置这么漂亮。水莲，清蒸鲈鱼，服务台在这里，这边也是他们的室内用餐区。哇，这边真的是景色很漂亮。我又爱吃烤泰国虾，推荐大家这个水明漾，以前就很漂亮了。这是室内用餐区，现在我觉得装饰的更漂亮了，整个用这个莲花更有气氛了，很棒。